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co。今天我们来到九龙湾的国际交易中心，去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栋甲级写字楼的租盘。首先，我简单介绍一下国际交易中心先啦。呢度由地下去到二楼都是商铺，当中包括有不同的银行啦，亦都有很多餐厅食肆。其中三楼就有个平台花园，有部分的餐厅会有户外的用餐区，喺呢度用膳非常之惬意。而大厦的十五楼全层都是一个空中花园平台，在这里上班的人士可以在这里闲聊、休息，甚至乎谈生意。讲回办公室楼层，这里的全层面积 over 2万尺，非常适合一些大型的企业。但是当中这里的租盘尺数也非常多元化，细至几百尺，大至去到几千尺、过万尺都有，可以适合到不同类型的租户。而所有辦公室的樓層，每層都會另外再有一個戶外的花園空間，可以俾呢度上班的人士稍作休息。而我而家身處緊嘅就係其中一個低層的租盤，面積大約5209尺。呢個單位配備了很新淨簡潔的寫字樓裝修，間好了三間房，做了升高地台，鋪咗地氈，亦都裝好曬窗簾。景观上虽然这个是一个低层单位，但都依然可以望到海景，更加可以望到九龙湾的地标零碳天地。国际交易中心可以满足到租客不同的需要，如果你们都想进驻这里的话，可以找回我中原工商铺 Marco。 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